将比赛终结。MLB 世界大赛冠军出炉，由德州游击兵队拿下。Texas Rangers win the World Series。成军63年，第一座冠军到手，游击兵全员激动到不行。不过这场蜂王战其实超惊险。It is six no-hit innings from Zach Gallen。响尾蛇王牌加伦终于拿出表现，一路封锁游击兵打线。6局投完，游击兵都没能得分，等到7局上才回神。Ground ball base hit left field. Of course it's Corey Seager. It is always Seager. Breaks up the no hitter to start the seventh. 游击兵强打席格，先敲出全队首安。菜鸟卡特追加二垒安，接棒的贾维尔适时补上安打，终于突破僵局。游击兵以1-0领先。八局上，游击兵打击群完全热开。九局上，游击兵海姆清垒安打，在响尾蛇守备失误下进账2分。紧接着，塞米恩毫不客气挥出2分炮。单局拿下4分，大局抵定，游击兵中场以5-0完封对手，以4-1在世界大赛封王。而游击兵缔造的不败金身关键，客场11连胜也写下大联盟纪录。TVBS 新闻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